佛诞嗰日落咗深水埗鸭寮街买电话卡，之前见到啲人话黄金同高登变咗啲乜鬼嘅位置，咁就顺路行去观光下，睇下到底系咪真系执笠执到变咗市场。
行完全場一圈，招租緊嘅連十分一都冇。講乜嘢位置，根本就係一派胡言，用一兩張招租相去以貌全忘。其心可誅，若咁樣都叫位置，咁世界各地都有唔少呢類位置，又點諗至香港？